Okay. Yep. 現在我找到一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國傘兵的jacket,它有幾個 version的,這個是頭的 version的,拉鏈是到一半的,後來那些是到尾的,它這個用到1960年代至停止生產的,這件就是1954年的,它已經這個價值了,它就是Smoke Denison的,是一個 model,是所有傘兵用的。 咪得咯，系咯，嗰陣時八樓都已經好前衛，好 modern 嘅咯喎，係嘛？係呢個啦，你係我屋企，我俾我見你睇啊！喺埋後邊，咪咁咯，扣住咯，等佢唔好漲起嘛，跳嗰陣，扣落呢條前面啊，哦，扣落條褲度，長短你 adjust 噶嘛，哦，OK。